王子就是王子。圆圆，圆圆可以七个。好了，张远的青春靓丽，好吧？天哪，在这里看见张信哲在帮张远调自行车。老板娘，帮我调一下座椅。这个要调高。对，要调高。对对对。哲哥在给你调车的高度，你的偶像亲自在给你调。天哪，张信哲在给张远擦车，刚刚的你看看，哎呦，哇哦哇哦，哪有这么好的偶像啊，天哪，擦好干净啊，哇哦，圆圆，你的偶像现在给你打气，快看，救命啊，再给你打气哦，应该别打，太足了是吧，你鸡蛋子快发生了不了啊。哦，这个是没有变速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你那台便宜一些。没事，便宜好。行。所以，我还是没有一个变速单车。啊！呜呼！哎呀，小蓝。多灵活，我这车。一看到那单车，就会想到午后的阳光，有没有？好。那个单车我一看到就想到班里的女同学啊，我就想到当时班里坐在别人车后面的女同学。回去跟亮哥说给你准备了两辆蓝色。好，老板娘你算一下钱，六台车一共多少钱，我付给你。一个人付呀？对，我一个人付。哎呀，成。对，太麻烦了。对，一起。怎么最近赚的挺多啊？这个操作不是应该我来的吗？我赚的多不多？我帮哥哥们买。哦。这是付款码，下面呢，你要给我钱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。余额不足，余额不足。别了啊。发财啊，发财！哎，我们给亮哥的车怎么弄呢？是不是得那个？我们这儿有一台那个货车拉回去，皮卡是我们节目组的。太好了，完美！走，哦，走。哎，你这一瞬间有没有想到蘑菇屋？是的，第一幕，你们到达的第一幕就骑那个双人自行车。哦，太舒服了！有才华，有才华，有才华，有才华！哎，大家都有才华。夕阳里有才华。油菜花地精，对，我天哪，我刚刚一瞬间恍惚了一下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有没有？刚才一瞬间，是，我是牵着狗跑的，对，哦对，造型都一样，他造型就这样，里面帽子，然后外面套一个这个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星，只想唱歌给你听，太巧了，真的。我衣服穿的也差不多啊，啊，我只换个颜色，粉的，换个颜色，对。哦，那我不是，我是条纹。你是哦，对，对，我是那个条纹，条纹棕色条纹。演员是那个绿色，绿色的，哎，对，演员是绿色。Allen 是头绳加一个棒球衫。Allen 是晚点过来的，第二天，对。没有，他下午。下午。
上午吗？嗯，哇，那他错过了一期。对啊，我们一上午出了一期节目，他们都没抢到。走喽，这就是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正确的出行方式。是的。哎，哎，这个很久没有玩这个。对啊，这个铃声会有很多记忆。对啊，我这连铃铛都没有。哎，你没有吗？没有。哇，累吧？踩两下累了，有一点啊、哦，因为我们是在上坡。哦，你还能变速呢，我这个变啥？再走一小圈吧，再走小圈啊！行，哦，就进村子了。对，杨家抓鸡场，这已经成景点了，真的吗？成景点了已经。我要骑不动了，要回去做饭啊！要回去做饭了。哎，他们把那个植物种在中间，有点意思了。对啊。下坡好舒服，虎子，你那个手机袋容易卷进轮子里，你小心点啊。Okay. 小黑，嘿嘿，黑 girl， 黑 girl， 嘿，加油！上坡路不好走，但是也得上，要上坡路了，走上坡路。Nice， 加油！呜呼。哎，又舒服。你这时候可以换挡，就真的太好了。对，哎 ，sorry， 没事。我腿上这个洞是越来越大了。上次就是你，哎，上次就是你的了，你叫上回是他吗？对，跟他对话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我没有车了。哟呼。小时候都是这么抬的，对，还崴，还要左右，还要左右晃。像我儿子骑单车就这样骑，骑超快，你知道？你让他骑上坡看看。这个就是上去的口，上山的。对，上山的。哦，那个前面有个店呢，那是什么店啊？大沙里叫哪里？前面左手边。哎，看看看看。大沙里，我们下去喝杯咖啡吧。哎，这车怎么这么年轻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吃饭没？